最近呢，心情有点低落，小米粒总是不理我。都说女孩喜欢浪漫的，我觉得我挺浪漫的。这几天我想明白了，不是不够浪漫，是不够惊喜。今天我给她来点惊喜，争取把她浪漫蒙了。小米粒，小米粒，小米粒，你来干嘛来了？嘘，三二一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惊喜不？哎呀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高压过爆了啊？笨笨啊，小米粒，笨笨，小米粒咋的了？被我浪漫蒙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快快起来，宝贝，你起来。笨笨，哎呀，你干嘛？你想吓死我呀？你来干嘛来了？是这样啊，你大姐夫让我帮他送一瓶富红大豆油。你是来送油来了，还是来要我命来了？不是，我就可能想给你惊喜，没准备好。你准备好，你不还得把我吓死啊？天天净整没用的，你赶紧走吧你。烦死了。那行，那小米粒啊，那我重新准备啊。哎，什么呀？都把人气死了。咋回事啊？你别提他了，我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，总说要给我制造浪漫，这不挺好吗？好什么好啊？你就说昨天吧，给我打电话说，哎，你出来呀，我给你个惊喜。结果我高高兴兴地跑出去了，我一出楼道口，我一个大钱耙子就在那儿了。咋回事啊？他把一整盆的花都放楼道口上，我没看见，一脑子栽进去了。哎呀，你是，你这个田本本就是个二傻。哎、行了行了，别说他了，这油也到了，你快给我炸丸子。行，炸丸子，炸。哎哎，这卡片是不是给你写的？我看看，嗯。我的女王真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，这写的什么呀？这么俗呢？是吗？我的女王真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你看人写的多好，爱你的赵刚子。哎呀妈，你大姐夫写的，我看啊。真是我大姐夫写的啊！哎呀，大姐，我大姐夫这么浪漫呢、啊，我都没想到啊！不俗吗？不俗，一点都不俗。哎呀，我没想到我们家刚子这么浪漫，太感动了。你静一下啊！太感动。我回来了，哎，大姐夫，我回来了，哎呀，刚子，大米呀、啊，你是不是看了我给你写的那首诗了？是，我的诗人。我的狮子刚，大米呀、啊，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写这首诗吗？嗯，你还记得吗？12年前的今天，我认识了一个小胖子。谁呀？你。12年之后，他仍然这么胖。你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，谢谢你，12年与我相濡以沫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。刚子，小米，小米粒在那儿呢。本来我是想给你买一个礼物的，你也知道，每个月你就给我50块钱零花钱，这个月王小倩借走了一大部分，本来还剩点。没想到你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买瓶醋，结果就1分钱不剩了。但是，我给你写了这首诗，纪念我们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。刚子，你啥都不要，只要我在你心里就行。